在社区慈济志工的陪伴下，102岁的仁瑞医师陈奎村参加志工培训活动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一天，他换上了仁医会志工服，再次扛起为民服务的承诺。啊，你参加主席仁医会哦，哦，那这重要嘛？啊，你来拍拼呢？尽量。为民服务是70多年前他还是医学生时，陈奎村对教授的承诺一直都放在心中的黄金寺庙里。慈济志工黄宪祥的陪伴，唤起了他行医救世的使命。黄金寺哦，我心内哦，就黄金寺，今仔日哦，我这力量上面的这个力量拢共款哦。上天赋我的这个宝贵的生命哦，我就袂使咧改，啊，就安尼。大圣级安尼，所以啊，我尽量会当来为人服务安尼。不忘使命，也更加珍惜每一次付出的机会。台湾新闻真善美志工沈瑞元、高全发、王玉慧台北报道。